不是你问他们，宋清明，行了，赶紧吃饭去都。哎哥，行了，赶紧吃饭去都。哎哥，行了，行了，赶紧吃饭去都。哥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赶紧吃饭去都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赶紧吃饭去都。哎哥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赶紧吃饭去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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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，
这干啥呀？这是，这是下玻璃，下玻璃！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吃了，把火灭了出发。没事，哥，我还没吃呢，你就点面给我吃得了呗。谢哥，麻婆，快点，快点，谢哥。 Thank you.
没大哥。漂亮，你要是不唱，我们就不给钱了，哎，不给钱了。哎，这位小哥，吃饭给钱天经地义。您看您这也是七尺男儿，说这话也不害臊。哟，哎，有点意思。老子脸皮就是厚，不信？来来来，摸摸摸摸摸摸。别不要脸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这面馆之所以能成为百年老店，靠的全都是这些老主顾的帮衬。我不是卖唱的，更没有义务说唱就唱。哟，你信不信我把你这破店砸了？敢！嘿，嘿，我就今天砸了。怎么的呀？日本人都打到黄河边了，你要有本事打日本人去。嘿，我还砸呢！我跟你说，我告诉你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赶紧让三爷！这里。等等，胡大哥，还是算了吧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开门做生意嘛，以和为贵，放了他吧。放了。滚！对不住了，各位，坐下吧。每桌一壶酒，我请。从来没看见你发这么大的火，谁惹你了？没谁惹我，就是心情不好，有点烦。我听广播说，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山西大部分，马上就要打到潼关了。我在想，要是日本人真的打过来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没想到赵小姐这么关心事情。不过放心吧，我们已经在黄河岸边部署了几十万大军，鬼子没那么容易打过来。就算鬼子打过来了，不是还有我的吗？到时候我保证你们家第一时间离开西安。这里是我的家，离开这儿我能去哪？就想不明白了，那么多的军队连连撤退，怎么就打不过鬼子呢？可惜我不是个男马，要不然一定上战场打鬼子。我就不信那鬼子真的有三头六臂。没想到赵小姐还有这份豪气。不过豪情吓不跑鬼子，我们并不缺乏有豪情的战士，不是还让鬼子打得一败涂地吗？战场上失败的原因有很多，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明天晚上秦腔名角赵保罗的专场，我弄到了几张票，怎么样？你喝水。谢谢。胡大哥，明天我有事儿。为什么每次约你，你都有事？难道真的一点机会都不愿意给？胡大哥，你已经有太太了，而且嫂子人特别好，
昨儿个他还来面馆吃饭了呢。我们的婚姻就是一场政治婚姻，根本没有感情。没有感情？可是既然结婚了，感情也可以慢慢培养啊。你为什么不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？胡大哥，其实我有男朋友。真的？我怎么没见过？他在当兵，不常来。 清啊！你们都清点活着吧！全体注意，现在清点下人数。赶紧清点啥呀？活着的都在这儿了。你赶紧清点清点粮食吧。把能装上马车的粮食都装上，还有武器，目标还是20师的后勤部。出发！是。 一二三，来！
别着急，都有。怎么还有沙子呢？全是沙子，能不能打仗了？连长，你干什么？金兄弟，提着脑袋跟小鬼子拼命。 一半的石头，弟兄们没被小鬼子打死，都让你他妈给饿死是吧？你告诉我，你把粮食都黑哪去了？哪去了？哪去了？交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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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交出
到后勤部去找大港鬼孙子去。兄弟们，这仗没法打了，走，到上次文书里去。走。喂。真有人敢在这个时候发国难财？这军粮是由后勤部委托当地粮署代为征集的，所征集的军粮再由后勤部运输队运往潼关的军需仓库，各作战部队。 再按各自所需，将军粮运回自己的队伍。这中间有很多环节都有作假的可能。让你们送粮，站长，你别生气，怎么就剩下了三字儿？兄弟，给你解释，兄弟冤枉啊！三字儿不，你还往里头。站长，我真是冤枉了。给我站住，站住，站好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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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站好。站长，您先坐下，消消气儿，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，能坐得住吗？ 兄弟们真是冤枉呀！卑职虽然平时干点贪小便宜的事儿，但这种丧尽天良、坑自家兄弟的事儿，我们真是干不出来呀！真不知道里面还掺沙子了，你说这不是冤枉人吗？冤枉！都他妈别说了！冤不冤枉？军法处自然会查出来的。你们跟了我这么长时间。 倒不希望是你们干的。大概你们也知道，往粮食里边掺沙石，这可是重罪。如果真是你们的干的，现在承认了还有回旋的余地，否则的话，等上面查出来了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查，不查都不行啊，站长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诬陷我们一排的人。查，一查到底，都他妈别说了，冤枉。 是，刀哥，解散。就这，小弟才给您带回包好烟来，虽然压的有点扁，但里面一点没事儿。滚！十三哥。 你说这粮食里面掺沙子，这是谁做的呀？掉脑袋的事儿？你怎么管的那么多？你干的？这怎么可能是我干的？我才没那么大胆子呢！啊，不就完了吗？爱谁干谁干，咱们只负责运。也行了，没死就算命大了，啊，能活着就不错了，想那么多干啥呀？ 见不到了。魏将将军，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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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
是不是进水了啊？这个节骨眼上杀人，你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啊？军法处一到粮食署，这家伙都快尿裤子了。不办了他怎么办？等着他把咱们都卖了？那军法处马上到后勤部来调查来了。你是不是把我也杀了呀？你也是见过风浪的人，怎么这么沉不住气？沉不住气的人是你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要细水长流，细水长流慢慢来。你们也太贪心了。哎，那是送往前线的军粮，影响了部队士气，你说上面能不追查吗？日本人都已经打到黄河边上，下一站肯定是陕西。行营的蒋主任都已经做好了撤往宝鸡的准备。部队一旦撤了，乱哄哄的，有谁会管咱们倒卖军粮的事儿？行了，别在这扯淡了。我告诉你，胡老弟，中央军、晋绥军他十几万军队可都在中条山这守着呢。蒋委员长已经下了死命令，要坚守住华北这最后一块根据地。你指望日本人救咱们呀？救我们？扯淡，纯属扯淡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核对了所有进出粮食的数目，始终有一笔对不上账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马上找到粮食。需要多少粮食？大概10000多斤吧。这么大的窟窿你怎么堵？行了行了，别急，别急，站好队，站好队，别急，咱俩的排好队，别急。下一位，哥，来来来，哎，接着。啊，你大约多少钱啊？大约便宜3个大洋。三个呢？啊，外边才一个。哎，卖了，卖了。别吵，外面一个大洋，你上外面买去。啊，这个东西啊，老子可是冒着蹲黑牢的危险带进来的，想买就买，不买滚蛋。下一个。哎呀，听我一句，听我一句，这不都是自个儿家兄弟吗？少两个，少两个，卖了，卖了，卖了。行行行行，卖给13哥一个面子，便宜卖给你2个大洋。谢了，谢了，谢了。我怎么说了这么半天，好像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？啊！你别忘了，当初可是你鼓动我倒卖军粮的。我要出的事儿，你跑得了吗？你跑得了吗？你别着急，我没说不管这个事儿。可是这么大的窟窿，我也无能为力啊。你有个哥哥是有名的大财主，叫胡伯仁，对吧？先从他那儿搞点粮食。等应付完军法调查处的调查，我加倍奉还给他。从陕北运粮到西安，少说也得个把个月。难道你想让咱们俩在这一块等死吗？你别生气，要不然咱们这么办，咱哥仨呢还按原来的规矩来，一人一半啊。虽然我是排长，但我多拿一个都不拿。好不好？哎，行行行，哎，一人一份儿，这给你，咱俩分这些。啊，我是开玩笑呢，我肯定是一碗水端平。拿出来，快点，一个都不行。一样吧？哎，一样一样。哎，你们先拿，我最后拿。哎呀，这都一样。赶紧数数。哎，师傅，咱这么干。不会出事儿吧？怕啥？钱多还要说啊？哥，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啊？每次运粮食，军需处那边出货就有几千斤，可是装上车呢，连一半都不到，那才叫黑呢。你说人家那事儿干啥呀？哎，那就是跟你们俩说。哎哎哎，说好没有？好了，20。行，你坐，放我这给你存着。我帮你存着，我帮你存着，这钱放在你小子，没2天就让你自己给输光了，啊？存在我这儿。说好没有？说好了，20。来来，给我吧。啊，我帮你存着。我这你呀，丢三落四的，放在你这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。笑啥呀？你娘多不容易把你拉扯大，你给你娘寄过一分钱没有？好意思说呢？行了，我帮你存着，以后都给你娘了。把我这个钱吧存在2宽哥那儿。你瞎呀？不都拿去了吗？行了，赶紧回去睡吧。哥，给我留一个呗。儿子。爹。
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哎呀，孩子，是不是在想葛十三呢？之前爹对他有很多的偏见，也许你是对的，爹尊重你的选择。爹，我想等他将来打完鬼子，他要还活着的话，我就嫁给他。哎呀，要是那时候爹你还能活着的话，一定给你们办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。爹，你真好。说点正事儿，我那天听小黑他们说，说日本人都已经占领了临汾了，说二战区的司令官严老西都躲到义川县去了，咱是不是要上战场？十三哥，你的家人可都在山西啊！要是小鬼子打到了山西，到时候你爹娘就死定了。你闭嘴！我不懂，我不懂，我不懂。你说句实在的啊，他们小日本能打过来吗？哎，管求他们！如果打过来，咱就跟他打；如果打不过来，就拉倒呗。那可不一样，要是打过来，咱们得多备点货啊。咋？货没了？这东西能嫌多吗？哎，十三哥，我听说那个二团明天得出任务，他们得去城里面拉粮食，咱们能不能把这个任务给抢过来？到时候去城里面多备些货，是吧？你咋知道的？昨天晚上在茅房里，我听隔壁的说的。嘿，咋又打？你小子终于干了件好事。啊，哎，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放肆了啊！这对也是你能做的吗？我哪敢呢？这不是在这候着您的吗？这椅子凉，小弟我在这给您捂热乎了，您坐着多舒服呀！啊，您瞧，酒菜都给您备齐了。这什么意思？孝敬您的呀！这么多年站长对我关爱有加，小弟无以为报啊！只有多出任务，才能对得起站长对我这么多年的栽培。区区几个小菜，不足挂齿。哼，狗日的，说起人话来了啊！你不撅屁股，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。要不说站长真是火眼金睛啊！站长，这次给二排运粮的任务，能不能给一排啊？不是，你他妈的还上瘾了是不是？啊？真当自个儿是奸商，你以为我不敢收拾你是吧？但是站长您别急呀，其实小弟这是在替您做了一件大好事儿啊。您想啊，既改善了部队兄弟们的生活和伙食，又维护了部队的稳定和团结。滚蛋！站长，眼看就要打仗了，以后小弟出去的机会就不多了，您再成全一回。您看在这些年小弟我一直鞍前马后办了这么多大事的份上，您就再给一次机会，您就成全我呗。真想去？真想去？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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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。小心点儿，这麻袋别扎漏了，那米就撒出去了。啊？咋样？没问题。行行，我看看那几袋啥。哎，抓点紧，抓点紧，麻溜点啊！准备好了吗？部长，没问题。听你这口音，你不是陕西人啊？呀，这部长耳朵真好使。是。
部长，我是山西运城清河镇盐井的村人。山西人怎么跑这儿当兵呢？部长是这，我原来当兵之前在山西是一家日本人开的那个盐店的大厨。那狗日的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，不但克扣我的工钱，还经常打骂人。有一次把我逼得实在受不了，我就拾起一个水缸，扛一下就砸过去。狗日真不精打死穷了。后来我就逃到了陕西，逼得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就从了军了。照你这么说，你还是看着英雄。英雄，不是被逼出来的。准备什么时候出发啊？这是装完货我就出发了，不耽误时间。我看这天也不早了，你们还是明天一早走。这里离城里也比较近，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是吧？带弟兄去转转。哎呦，呀，还有这样的好事，真是没有想到，真是谢谢部长了。赶紧抓点紧。哥俩。吃好喝好了，不用给钱，算我的。哎，谢谢赵小姐啊！别忙活了，你输了，来，喝了。来呀，我喝了。我跟你说，赵小姐真漂亮，怪不得你们俩喜欢她。你瞧瞧她，瞧瞧她那大眼睛，然后那鼻子，还有那小嘴，关键是屁股。你看的是屁股，屁股大生儿子呀。所以啊，我今天真的不应该来的嘛。这有毛病，你不来你吃得着这么多好东西，哪儿开着洋荤去啊？我说的不是吃的，我说的是赵小姐。啊，赵小姐她喜欢我，你瞧她见我的眼神。你别臭美了，赵小姐喜欢你。当然你长这个样子不男不女的，留个长头发，关键是我长得好看。你是没看见赵小姐看我的那眼神。这兄弟这千万别提眼神的事儿了啊。赵小姐都不敢看我，知道为啥吗？看我赵小姐害羞，还是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你根本就不懂女人。哎，不是，哥，这么干呀？你别喝了啊！你喝了也没有用。赵小姐就是看上我了，你们都没戏。我说你，你这孙子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我脸，赵小姐什么时候说看上你了呀？那赵小姐的眼神已经告诉我赵小姐看上我了。看上你拉倒吧。哎，要不然把赵小姐叫进来问问。好，我正要说这事儿啊，把赵小姐叫过来问问她，她到底喜欢谁？怎么样？行，那我们还打一赌。你说赌什么？要是喜欢我的话，那么你床底下那些打着钱吗？你要输了呢？我输了，下次做买卖成了，钱都给你。那要人二宽赢了呢？那不可能，赵小姐喜欢的是我，怎么可能喜欢二宽哥呢？再说了啊，我咋的？你没戏。我咋就不行啊？哎，这话也不能这么说。我不是说这是感觉，你凭什么就非得？你们看着够热闹的呀。咋了？要走了？不是，不走。赵小姐，我们哥仨。现在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，严肃的问题，要问你。我们三个人，你、最讨厌谁？啊？你们仨都挺讨厌的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赵小姐，你必须得选出来一个最讨厌的人，最讨厌的必须选一个。那我选你。哎，你输了，这就对了嘛！越是讨厌就越是喜欢，所以赵小姐还是喜欢我。那是不对，我喜欢十三哥。